然后趴在地上看。像我已经走访台湾，就台澎金马各地八九年了，对，就是到台湾各地去调查拍草跟台湾莲雾，对。所以呢，就是可以带领学生啊，一起到像明天会到竹山嘛这些社区，然后拜访长辈。然后说走访他。发现金门很美，当然我觉得这里充满着历史人文，然后跟那一份，因为虽然说它很开放观光，但是它还保有了那一份很淳朴，不管是居民啊那一种人情味啊，或者是那一种刻苦耐劳的精神。发现金门人很棒的一个特质，就是不管再怎么辛苦也会笑给老天爷看。对，帮那个农民啊卖东西，你看就11岁就开始这样子做了。所以各位不要想说自己年纪小哈，好像做不了什么事情。他的嘴巴其实念着小小阿门小小阿门，老公打光金来呗啦，他在卖饮料呢。大家看得出来这个妹妹是谁吗？谢谢。小朋友，这个快跳进。好，再来一次，来挥手，一二三，各一挥。手往上面哦，来，再叫 A B C。好，最后一这一次我们抓一把。起来，然后手往前面，好不好？对，抓一把，好 ，OK 吗？一把，然后我们手往前面哦，然后看这里哦，最久最大声的哦，就会最漂亮。来，给你看。除了这两个之外呢，特别感谢小金门呢，看你们的话是。